又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了。那个小时候很小的时候，我每次到那个住在了城塞这个地方，晚上做梦就是梦见了在这里，就梦见了在这里玩小时候的玩的情景。去各种消费，其实对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的不方便。所以九十年代之后，其实整个也是一个中国的大背景。九十年代开始，大量的农村农民开始进城，就这股浪潮当中，其实整个后头湾村的这个村民的搬离，其实也是在这个浪潮当中的一支。所以他们开始搬到镇上，甚至有更多有些人会到别的地方去打工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小农村的一个缩影。